小哥，我跟你讲，好，你这个造型啊，怎么了？明天你叫设计师带我去弄一下。那我们这一顶头发，我们接下来我跟你再找两个兄弟，哎，对不对？小哥，我们要披头士，哎，下一趟我们合体啊，我找吴宗宪宪哥，一起我们带这一顶，我们再找一个，找陈汉典好了。哎，全部我们带起来，披头士都带这一点。我想问你，我想问你，可不可以放进去下下就好？那天新闻有说啊，你 MV 那个女主角是天后阿令啊？是是是是，哇，这不得了啊！你下次 MV 哈、哦，旁边会被冰冷呢。你那个歌曲不是有吃槟榔吗？对对对，被槟榔哎，被灌墙了，再留个位置给小弟我，啊，我去帮你客串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不收费啦，我要到赞助3000。那天经过你的家里，看到你晒衣服，你可爱的脸庞让我心脏的蹦蹦跳，头上美丽的晒家，高贵的蓝白拖，还有你在嘴角性感的槟榔渣。我想问你，我想问你，可不可以放进去下下就好？你的造型，造型，那个当造型师弄好之后，我们这一顶头发，我们接下来我跟你再找两个兄弟，哎，对不对？小哥，我们要披头士。哎，接下来我们再找两个兄弟，头发为用量。对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下播，换你借我带一下，然后也可以。下一趟我们合体啊，我找吴宗宪宪哥，一起我们带这一顶，我们再找一个，找陈汉典好了。全部我们带起来，披头士都带这一顶，哇，这不得了。像我们，对，都是祖先级的人物，不是？我们就是大家就是幽默啦。快把你们都挣掉。